柳大卫座驾现代途上月销拼千台，夯剧《太阳的后裔》还没在台开播，男神剧中开的车先开卖了。业者表示，对于车主最在意的安全性，途上全车系皆配备六颗安全气囊与 ESP 电子车身动态稳定系统。全车系唯一搭载六颗安全气囊及 ESP 立体为标准配备的国产车。途上目标要抢下台湾休旅车三成市占，向和泰车与本田呛虾。业者说，途上有五种颜色可选择。哎，那柳大威那台浅蓝色有吗？业者表示，目前尚未引进，但粉丝们也别难过啦。业者表示，由于询问度不低，后续将看市场需求，评估是否导入。